QQ 谢布丁的订阅，感谢加入南霸天、哦、之前他们有找我打啦，只是我说我要打牌不行啦，那个六都那个事情是我没有办法配合那么多时间，而且我六都有其他的活动在身他们想打就给他们打就算了蛋蛋A里就顾摸来阿妮，谢谢 ATHRUN914014 的订阅，感谢22个月沉迷打牌哦，对 JJ 打的是 SV， 我打的是 PS 不一样。香港音乐节会先团练吗？应该不会吧就上去打娱乐的。我们把这个隧道改成手动，我比较习惯隧道手动。现在还有玩炉石吗？少玩，炉石几乎没碰。我真的要玩卡牌游戏的话，当然是玩我们非常好玩的 SV 啊。不过 SV 也玩的少啊，这次改版我也没上去抽。对啊，我 SV 真的是打的相对较少的，不像那些沉迷打牌的玩家们。白痴，我们家怎么那么多人挂我？怎么不玩牛了？牛很烂呢，我觉得啦，我很不喜欢玩很。不能够秀出我精湛操作的角色，像我就蛮喜欢玩巴德的，跟露露的，还有珍娜，对不对？精湛的操作，那个牛只要会闪现 WQ combo 就好了，然后开个 R 在那边装莽，这会战有够无聊。不过这个版本牛应该是可以出啦，对，这个版本牛应该是可以用的。我这个账号的巴德没有攻速的，用的好逼闺蜜怪，没攻速的巴德好烂哦。这个线我们会输哦，应该说果然太猛。尽量让那个被动转好就打在人身上、嗯、然后没被动的时候就普攻小兵。哦，这边我们听到，好，我们打出我们雷霆，嘿，是的、欸、他到底是雷神律令还是雷霆律令？雷霆好像是大陆的想法，对不对？听到，哎、欸，没有，小兵扭了一下，哦，靠腰，我以为两个一起晕倒，其他不用帮我治愈的，浪费了。不过我刚刚绝对不会死的。好，我们这个时间点呢，稍微游走，擦个眼。哎、欸，哦，我以为还有蓝 buff， 照一下。哦、然后对方中国现在在上半部或是回家的几率高一点。呜，死去。我操！还在那边晃来晃去。其实他应该好像死了啦，只是我好像保险起见，缴了个闪现。这边卡蒂斯来，我们应该是没什么事。奈德利在后面，
奈德利在后面的话，我们就不用怕。好，帮他推线。我们这边随时准备开门过去。哇！哇！加速！主摇！嘿！没中！哇哇哇！我出事了！我出事了！你哪里救我？吸血鬼来了！这边这边这边，奈德利！哇！EQ！垃圾路路，吸一下经验好了，这边兵好多。哦，有高。哇，没有 W， 呜，还脚闪，傻逼。真的傻逼！今天有要工商吗？当然有啊！看到我开台，工商巨人就出来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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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把这个爆炸球给我打掉了，不要让卡莉丝在那避规避走。我们的红眼其实插这边最好，不过他插了。嗯。哎，我要看看。阿忠，我小，怎么是你？特，你知道吗？刚结工作结束啊。他们叫我下来问你英雄联盟的问题。所以，哎，你不用回家、啊。我想说来睡个觉再回家收拾高雄的行李，然后啊不还来不行是不是？我们明天几点出门、啊？七点多。我操！八点多要到、啊。我受不了，我受不了，我一定要打牌到天亮。我一定要翘班。我一定要打牌到天亮。已经集体罢工周记赛。我一定要打牌到天亮。啊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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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雷总，哎、欸，为什么我怎么现在有人在玩巴德吗？不要靠背啦！我是认真在发问哎、欸，我本来想这样问你问题的，结果你在。哎呦，他怎么在这边呐、啊？哎呦，你一进来就害我在那边送头啦！去公司睡觉，小熊问号，我都这样啊。公司有一个沙发很好睡，然后我都在那边睡觉。而且现在有那个 baby 六六的抱枕，超长，我先夹住他。超恶心的，所以现在有人在玩巴德吗？有啦，因为瑟雷西被 ban 啊，死前还要送红眼。那瑞空有比较流行吗？瑞空还行啊，还不错。对，因为我这个账号没有。啊，你不是说瑞空是废角？瑞空跟其他的角色比起来，是真的挺废的。然后呢？没有啊，大家乡民就太把他神化了。他不烂，可是他真的也没有很神哦。乡民就会觉得说那个角色。哎、啊，我跟你讲，人都是这样。你知道、就是、你知道我多白痴吗？我那天因为瑞空不是会魅惑嘛，然后不是会顺来顺去，我先跟我朋友打，我说那个阿里，门神杀的阿里，然后我打完才知道是星球，是不是阿里？哎呀，没必要。闪现。不是，对，你就跑了吧，就跑了吧，不要理他了。不是、啊，阿米奈德利怎么那么冲动、啊？传服过气仔，他说你吧。对啊。奈德利怎么那么冲动啊？我还有闪现，感觉可以白目一下。可啊，闪现然后撞他，他现在在墙壁前面。哇哇 哇, 哇！打出一个雷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、欸，他怎么不直接上去闪现打他？我也觉得，他没魔吧？他应该觉得后面有卡莉丝。先补个血。还是不会待这么久啦。哦，他会，还是现在说，哎、欸，你们贝特，你们贝特，他们现在血很少，你们贝特，然后其实卡莉现在躲在那个草后面。没有，卡莉是在中路的姐姐。靠背，那你赶快上岸，你有大绝了。哦哦哦哦哦！哦哦哦
他冲动了，他冲动了，我 hold 不住了。哎、欸，他如果现在有大绝技，他就死了。我 hold 不住，我 hold 不住了，我要回家了。谢谢订阅。哦，我是觉得这奈德利送头仔。奈头利啊，奈头利。奈德利送头仔。你也是感觉一大早就起来。我对啊，我快疯掉了，我真的很累，因为昨天拍那个广告，拍到晚上十一点多才结束。你是拍哪一支啊？可以讲吗？不能讲。不能讲。好。然后。就失智了，等一下。靠背哦。我想要跟你说，那个在旁边帮忙拍的那个女生要叫什么？导演旁边的、那個。洪正吗？对对对对对。假的。对，我想要。你怎么不留个 line 啊？我叫 Siri 发名片给他的，就知道你会喜欢。对啊。而且有两个女的，一个是那种乖乖可爱型的，然后另外一个是比较你知道坏一点的。很坏。好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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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啊！我最喜欢教坏学生了。是是是是是。这叫什么啊？我想想，叫助理哦，不是助理。对啊，我刚刚讲不到场。场记。场是场记还是监？啊什么？对对对，什么场监？应该是监管吧。啊！火人好痛。哦、反正然后后来晚上回来，今天有记者会嘛，嗯、然后还有我就想说来看一下这个，准备一下手卡，然后通常这个手卡感觉就是很简单嘛，几个字，哇塞，十页啊，真的是，哎、欸，帮他挡啊，帮他挡啊，你怎么这样啊？不能帮他挡、啊，你真的可以吗？帮他挡我就死了，你他妈你就是，哇塞，啊你不是有大绝，哇，不是哦，帮他挡。就出人命了、哦，出什么人命啊？我们两个就一起死了，现在只死一个还算好、哦，是吗？对啊，现在只死一个还行哦。你是笑得很心虚，你是不是也觉得你刚刚挖打？不是、哦，我们家奈德利怎么一直逛啊？你是不是把那个、啊、聊天频道关掉？哪一个聊天频道？左下角那个、啊。没有啊、哦，你的 AD 在喷你耶，他没有讲话，好不好？你怎么知道你的 AD 没有讲话？哎、欸，我是觉得出事了，我觉得里面有人。是哦，这一把难打哦，我们组合烂成一逼哦。今天晚上大家不要去吃个晚餐、啊，明天都要去高雄了。我们在高雄有很多的时间可以一起吃晚餐。我没有，哪有？我想到我就觉得你拍睡不着了，你知道我这边你的活动行程就跟我的是差不多的。你知道我有多？我们两个差多了。你知道我有多惨吗？我昨天在，我现在因为我连三天的大比赛都黏在一起，我都在做这件事情的心里在想，嗯 ，Tina 长什么样子啊？我好像应该看一下。你要认出来，对不对？然后就突然就把这个手边的工作放下来，然后去查 Tina 长什么样子。很气你。你的大都不放的耶、欸、不是哦，那个放了就不了哦，是没错，你真的把它当惊人用耶、欸、是吧，他没有那么快，他要丢会不会打篮球，我会不会打篮球，不是那奈德利很送哦，他就在瞎鸡巴玩啊、哦、我还是乖乖帮 AD 滚优势好了，有，我要保护嘛，但我很紧张，我今天连主持记者会我都有点快那个了，哦，完蛋了，不妙！哎呦，这个露露，然后中路也是坑啊，八等打十一等，对对，就你最厉害，你就不是坑，是不是？我也是个坑啊，我没有说我不是啊。九比十二，感觉还能打、啊。我们靠贾克斯了。今天有工伤吗？我想是有啊，不然他不会开台。合理耶、欸，聪明。如果你快输了，就给我玩算了。不要。啊，因为你现在就快输了。我们有要自己组队打六都吗？他们有组啊。哦，不关你的事的。对啊。小哦，我知道了，但不能讲。干嘛？
没有啊，你们六都不是有一个什么计划吗？没有，是不是？没有啊。啊，没有啊。没有吗？没有啊。不要乱爆。但其实有，但是现在不能讲，所以你跟我说没有。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我有，我会跟你讲说，我们等一下聊。哦。就没有，六都是有什么鬼计划？什么表演什么的没有。等一下聊。这个可以讲啊，那个有表演赛啊，这个还好吧？那你但就是有啊，你干嘛不讲啊？哦，那是什么鬼计划啊？不管这叫什么？我以为计划是很要求重要的，唔惊诶。那个哪里重要？等一下。哎，我觉得他被你打很痛哎，你们其实可以一起上他。没有，我们现在太逆风了，所以就乖乖等就好了。10-13的逆风嘛，贾克斯要爆炸了。没有，我说的下次，我说的是我们下次。等一下，贾克斯爆了。他，哇！你要不帮人家挡？啊！点燃他！不，把他补血！哇！怎么还有肾？怎么还有肾？完蛋了！怎么还有肾？太少壮了！我怎么感觉我没有队友？补他血！哇！碎！太头力过来了！哇 ！Q 他！不错啊！要我跟你讲，吸血鬼下来了，你们最好快点逃！我们GG了！别打！内德利，别打！你是废物！太头力！没有！吸血鬼这个血量，哇！你是废物！完蛋了！不，戴德利，你快叫过来！戴德利，戴德利！别打！你是废物！他估计就会被火人直接晕的。啊，好扯哦！真的，德利吓死我！我们要出什么啊？来出这个啊！我没有花球，刚就真的很紧张哦。你看那个卡莉丝现在要下去了，奈德利又不回家。还行，稳，剩没闪。贾克斯没救了。先打这个吸血鬼吧。哦，还有卡莉丝打。哎，你打人好像也蛮痛的。对啊，我有 AP 啊。好，闪现过闪。哎，怎么会这样子嘞？大家。怎么一下就死去了？选一个装弱弱的到底能干嘛？你怎么这样说人家？如果你今天补到中路，你感觉会选弱弱？我会选卡玛。你说卡玛就是不会有什么大问题，大家也不会怪你。对然后大家还说稳一点。上！哦，他死定了啦！你快点，卡莉丝来了，你怎么这样子啊？金人力！我要死！好强哦！哇，你大舅哥哎！准备一个空 Q 哦！哇！我说他，这我没办法，还行吧，这一波打得好哎！你觉得很辛苦啊？买个军团好了，好像稳一点，不然他那个吸血鬼好痛，活人也很痛。你的手机为什么一直亮着啊？还有你小线左撇在右边。不是啦，你不要在那边逼逼哦。小线是谁啊？新员工。经纪人吗？不是，新销。干啥？不能关心一下你公司员工有谁啊？员工越来越多，越来越难养了。就跟你说，找产值高的哈。你能不能多省点钱啊？妈的，我还省不够钱，我今天早上七点起床，我的天哪！多省点钱啊，我要挂网、啊。下礼拜全部的人都跑去高雄啊！好可怜哦。他知道我来了，但我还是要来。快跳！嘲讽我？他没有嘲哎，他根本不想理我。有啊，晕倒。我自己，点燃他！在那边扣点燃。有没有让他跳前了？我那要扣点燃，我们是要关键的时候再压下去。
欸，对，我们刚好下去 JJ 刚好在对啊，他也要参加活动啊，他是赴来台北啊，下去再质问他，好直接当面逼你什么时候要上来，你什么时候要上来，哇，他上来一定也是变大废物一个，每天混你家跟你一起打德扑这种，不会啦，他不会打，他是沉迷于 Shadowverse 的玩家奈德利在下，奈德利跟贾克斯都在啊。不是啊，他们怎么又打起来了？他们也全部的人都在啊，而且你有那个大金人。对。沉迷打牌呀、啊。这个卡莉丝感觉是低能低能的，我们还可以输。他们怎么一直插眼给我们猜啊？对啊，赚钱呢。不过这会战，我觉得不是你们现在这状况很怪，你们中路已经被压到这个高地塔里面了，然后你们下面四对四不打，然后耐头力现在都要回家。耐头力是什么啦？你一开始讲的，我现在都想教他。没魔了，没魔了。你到底有没有要打？我就觉得我们打不赢、啊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你看上路的小兵。碎啦！哇，加特斯，你反应好慢哦。不是啊，那个地方晕不到啊，我只能丢一个 Q 而已，有中没中的他都不会死。懂？懂啊。可以啊，我们上路推进去了，我们点中点中点中，走，露露。不过我没眼。哎、欸，一他 ，EQ 他 ，EQ 他，兄弟，碎啦！可以 ，B 闪 ，B 闪。那、啊、这个露露反应超慢的。哎呦，说人。对啊。点一下塔，点一下塔，然后我们可以抓火人。点塔，点塔，点塔，点塔。哎、欸，先抓火人，先抓火人，先抓火人。到底要怎样啦？哎、欸，等，我觉得你可以回家了，你可以回家了。大金人，你可以回家了。好的。哇！好多人，好多人！没有闪现，你不要害怕。没事。哇靠，好痛哦！不是哦，那个吸血鬼鬼是不是啊？哇！出事！不要弹我！没事！吓死人！稳！火人没闪，吸血鬼没闪，赶快按一个，然后让他们知道。我想问一个很白痴的问题。好，你说。我真太久没打哎，右下角那个消防车什么，我怎么每个人都有出那一个？右下角的。对。我看比赛，每个人起手都会有。这是那个刚开始的装备，洪水。它是洪水。对啊，洪水。你不要骗我，我真的，你会遭到很大的报应的。洪水三瓶，一次买三瓶。哦。对啊。所以洪水现在长这样子。嗯。哎，我们。这个。我没有骗你，超累个。等一下，你知道你骗我，你要付出什么代价吗？我可能会在全世界面前 ，LCK、LPL 面前说，你为什么要带那么多根、那么多罐洪水？那没有没有什么关系，哎、欸，超累个，怎么有什么关系？还好啦，你就问他说，为什么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带那么多洪水？你们说，那太，而且重点是 LCK 选手一定会想说有吗？可他还是会回答说，哦，因为这样子我会比较。不是哦，你看他这卡哦 ，YC 救命哦，被 DDoS 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好像没有了。你现在一点都不觉得你刚刚做了很严重的事情、欸、你把无聊当有趣。要是我真的这样子讲，我真的会恨你一辈子，我一定下台爆哭，然后说你为什么会骗我。然后你就会说啊，洪水跟红眼又没什么差，对吧？
还好吧，真的是小黑小熊哎、欸，最大的熊黑，对，我是熊黑。哇，你烂死了！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我太烂了，快跑！奶头力不行了，奶头力，奶头力，奶头力！这露露被到笑，我贾克斯，贾克斯，贾克斯，我干嘛？贾克斯。哦，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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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逃跑大队耶！贾克斯一个都没晕倒，超烂、哦！我跟你讲，我感觉这把就达瑞斯正常人。啊，达瑞文，达瑞文！啊，我跟达瑞文走好了，我不要往前走了。刚贾克斯义无反顾冲过去，超好笑。状态好低哦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哇，我有模仿了，被打对了！我怎么模仿一百？好扯哦，这伤害！哇，奶头力又想要跟人家 PK 了！哇，四个打一个哎、欸！我的天哪、啊，你们好惨哦！我们最没更小的。所以右下角那个是少眼的，是不是？哪一个？这个紫眼啊，以前的紫红眼啊。那这样可以买很多根吗？就一样三根啊，一直都是啊。地图上可以插三根。哎、欸，没有让他来。是吗？地图上 一样插一根、啊，只是你可以买三根啊。真的卡卡的，你去八龙插一根眼吧。欸、我们以前都叫紫眼呢、欸，为什么现在改红眼了？忘记从哪天开始就变成红眼了。对啊，以前都叫紫眼啊，对啊。因为以前是真的是紫色啊。对啊，他塔龙踢的在那边哔哔，人家美服就在玩了，在那边哔哔。我看一下啊，魔抗还有什么、啊？感觉不出魔抗真的会死人、欸。所以现在辅助不会出跳前刀了吗？辅助不会出跳前刀啊？这个不是吗？这不是，这是那个啊，这是那个插眼的、哦。你说升上去的、哦？对，那个太烂了。所以现在就是缓速的那个，所以现在不太会。三个。干切刀之刃，我真的。这么龟壳跳前，我那时候是贤者之石的时候，哇！哇哇塞！我的天哪！哇哇哇！冲啊！完蛋了！等一下，你先帮他扛。我这样，等一下，你准备点燃。完蛋了。随便一个人，然后一点用都没有。完蛋了！刚刚金想说金那个火人的，结果空金。我感觉我们可以追哎、欸，我感觉我们打得赢哎、欸。现在吸血鬼在、啊。对啊，反正吸血鬼不在啊，我们打得赢。露还在那边说，我去守吸血鬼。然后打。哦，晕倒。哇，完蛋了，不妙！兄弟，要帮点燃一下吸血鬼啊！吸血鬼在中路，抱歉。不是，怎么被打成这样了？可以打！而且，我来一口。牛啊！你去你补他！在金秀挡他前面哦，挡你个屁屁啊！吸血鬼要踩空你们家了！吸血鬼都把路杀了啦！怎么是新人打十二等啊？我就跟你说，露露刚刚说我去守吸血鬼，感觉就是 flag， 你知道吗？我去守。怎么是新打十二？好惨！你看，白痴。